姐早，今天是礼拜三，然后我已经准备了早餐。早餐跟前一天一模一样，就是炒蛋加香肠加番茄。我们还没吃腻，所以还在吃。然后我已经点了面膜。谢谢你们留言教我这个东西叫做面膜，我一定会看你们的留言。谢谢谢谢。平常我戴面膜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化妆。然后现在我看，这个面膜已经干的，所以它就自己掉下来，我就慢慢的拿出，就这样。他们真的很会保湿皮肤，所以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会贴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？今天天气超坏，现在外面3度，然后白天。应该在这边会当成大概11度，昨天5度一整天，是真的这样的天气，不像一般的秋天。平常秋天的时候，外面大概10度左右，15度左右，但是3度，这个真的很奇怪。我今天要把这些 yogurt 带到工作上，是真的我忘了。OK，我现在把它们放在一个袋子，然后放在门旁边，我怕会忘记。我现在在想我要带什么样的包包。我这边有这样的包包，我很喜欢，觉得好看。然后或的是这种的包包，应该是这个吧，因为我今天要穿比较厚的外套，应该这个包包比较适合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包包里，所以我的包包好了。平常早上的时候，把包包准备好，我也会放在这边，所以我这样不会忘记我有袋子，里面是 yogurt，然后有我的包包。我就是有这样的习惯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。我现在要熨毯，老公昨天晚上帮我熨一个衬衫，就放在这边，我就会熨烫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早上也会不会熨烫东西吗？还是不会？请你们留言。衬衫好了，我看我的时间，一个衬衫熨烫只要。4分30秒，应该很快吧。OK，我已经好了。我今天穿这样的帽子，然后外套跟这种的鞋子。现在外面大概5度，然后白天会大概11度左右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外套比较适合。但是外面有太阳，天气很不错。其实外面天气超好，有太阳。漂亮，没有下雨，但是真的今天还是有一点冷，所以我现在穿的就是刚刚好。我已经到了办公室，现在在换鞋子。平常在工作上我穿高跟鞋，我觉得这样正式看起来比较好看。而且他们很舒服，我穿这种的，袜子就很舒服，真的。我们已经回家了，洗澡了，现在要吃晚餐。老公已经微波好了我们的晚餐，那现在他准备给我喝可可呀，而且上面是 marshmallow，我就是很冷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。那我们今天吃什么？你们都已经知道这是什么，怎么煮也知道了。然后这个是酸奶油，这是一些 olives，这是番茄，你给他们看看番茄。这样的番茄，他们就是在番茄酱。然后这边我们有一点点面包。就是灰色面包，很好吃。然后香肠，然后 cheese，我们就开始吃饭吧。吃饭，阿 姨，你跟他们说，如果你们也在吃慢饭，慢走，慢慢用，慢慢用，慢慢走就是走，慢慢吃。慢慢吃。
老公现在帮我煮饭，这是我们明天跟后天晚上就可以吃。然后这是蘑菇，它们冰冰的，所以他很努力的切一切。后来这边洋葱现在在炸，我们要做卡尼罗尼。卡尼罗尼看起来这样，里面可以加很多东西。他这边给你们看看怎么做。这边的蘑菇跟洋葱已经好了，老公加一点点番茄，所以它变黄色。然后这边是起司，他拿一个，然后里面放蘑菇。我们现在把酱放在里面，老公帮我打开，然后加。那上面我们加起司。耶，现在要等大概30-40分钟就会好。我要给你们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有什么。今天下班后我们去一个公园，然后因为是秋天，所以树叶慢慢的变红黄就掉下来，所以我们去种一些，我觉得它们很好看，而且我们现在要把它们洗一洗，因为如果有狗咬一咬还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先把它们洗一洗，然后可以放在桌子上，一定会很漂亮。还有这种的，本来它们就看起来这样，后来你们看看它就是这边慢慢的打开，打开以后就这个东西出来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们也好看，所以我也要用。打开这个就拿出。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箱子吧，它们也看起来这样，但是它们的这样的 cover 掉下来了，所以应该洗完之后要贴一贴就，就这样贴，就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这样贴一贴。对了，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袋子，我觉得我先把所有的东西洗一洗。我这边放很多纸，应该还要再多放纸，因为我刚刚把那些我们带来的箱子都洗好了，所以现在它们有点湿湿的，我要它们变干，所以要放在这边。OK， 好了，都洗好了。这种的我不要用，因为它们绿色的，而且它们应该要很久就可以变干，而且我觉得它们不太好看，就在家里没有舒服的感觉，如果看到这种的东西，所以我这种的要掉下来。然后这个我都要等它们变干。这些树叶超漂亮，以后我拍影片介绍一下我要跟他们做什么，相信我一定会很漂亮，有没有兴趣看看就给我一个赞。好吧，我们就准备睡觉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请给我们一个赞，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